那九一这一题呢，我觉得也是，它是比较偏逻辑判断的题目了哈。对，就是说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那就可以去想。那所以，第一个是 A 接在01 B 接在01哈，相加部分比较简单啊，而且它这相加部分当然就是，就是直接加起来，对对，最一定不可能比两个加起来最大值还大，也不可能比最小值还小，所以这个是 OK 的。好，那相乘的部分要注意啊，相乘部分怕的就是里面有负号，不过这题都是正的，所以就 OK 对哈。那如果有负的，你不能够用那个头配头尾配对哈，有负的就会很麻烦哈。那这题是这边还是可以的，就最大就是你让尽量 A 大 B 大哈，这样子相乘就是一。好，那小的话就是最小会很靠近零。那第三个呢 ，B 减 A 有没有小于零？就是 B 会不会小于 A？ 这个不保证。对啊 ，B 有可能比 A 大。例如说，我 B 可以是那个二分之一。对哈 ，B 可以是二分之一。或者我们今天10分之9好了。好，那 A 是10分之3好了哈。好，10分之3。对 ，OK， 这样子 B 减 A 就会是10分之6。嗯嗯，好。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对哈，就是你要说它不对，就找个例子。说那对比较麻烦，就是你要再想一下哈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这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说 A 除以 B 小于一，就表示说我要说它错，那我 就要找大于一的。对，我就找我让 A 让它大一点点的，A 让它大一点，B 让它小一点点的。好，这两个相除就会变成3。好，所以这个就会让它错。好，那第五个呢？对，因为它现在 A、B 都在这个范围。好，所以他们怎么？因为这个绝对值有点在相减的绝对值有点在这样距离，但是 A 跟 B 怎样减哈，它其实怎样，他们最远的距离都还是会差在一里面，因为他们都只在这个范围减，所以怎么减都比一小，所以这个是对的，所以答案就是125。